吓成这样？你们不知道，那张可怕的奥特曼卡片又来了。可怕的？什么卡片？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奥特曼啊！开玩笑呢，奥特曼都是善良的，哪有可怕的呀？是真的，那张卡片就在我们这卡盒里面，我吓坏了。不是吧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要不你们帮我拆，不然我可不要回家呀。我来帮你，不就是一张小小的卡片吗？说吧，怎么样？什么呀？那个奥特曼拿着一个狼牙棒。什么？狼牙棒？你开玩笑了吧？是真的。行了，别管真的假的，我先把它找出来，看长什么样。什么卡片这么大？滚！阿尔卡布鲁顿，泰迦奥特曼，机械艾斯，凡顿星人，阿伯拉斯，阿贝尔，泰莱斯通，摩格巴萨，签名卡利布特奥特曼。是这个吗？利布特，这也不可怕呀。是啊，他拿了个大棒子，长得也挺可爱的呀，哪有可怕的？哎呀，不是他。不是，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啊。确实不是他，他拿个大棒子，可是他是黑的呀，要不然怎么可怕呢？黑的奥特曼那可就多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而且黑暗系奥特曼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呀。就是呀，莫名其妙。哎，好像还有一个挺可怕的。真的？当然啦。这包摩格古兰特王，摩格大蛇，桑德里阿斯，马格玛星人，布鲁奥特曼，欧瓦卡，欧布奥特曼，暗耀形态。这个应该可怕吧？他脸都变成这样了。啊，欧布呀！哦，原来你说的是暗耀形态的欧布啊，难怪你可怕，就把自己搞变形了。变形？哪变形了？这呀，他的眼睛，他不变形了吗？哎呀，不是他，一个欧布暗耀形态有什么可怕的？不是他。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奥特曼比较可怕了？我也想不出来了。哎，还有没有别的特征啊？别的特征？别的特征？哦，他的眼睛是红的，他的身上是红的，然后他很黑。哦，他还看不到嘴。什么？没有嘴？怎么样？很可怕吧？而且还拿着蓝牙棒，多可怕呀！没有嘴，我倒想起了一个。查尔卡迪加，好人。黑钻卡戈尔三。泰迦奥特曼 ，SR 卡艾克斯超越型，银河维克特利奥特曼，孟比欧斯奥特曼 ，UR 卡孟比欧斯奥特曼，黑钻卡达贡，就是他，怎么样，可怕了？而且身上是红的，全身呀是黑的，而且还看不到嘴，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哎，肯定不是呀，又不是，你是不是耍偶合呀？没有，什么没有啊？搞了这么多都不是，而且说了特征也是乱。可怕什么呀？我怀疑啊，根本就没有那张卡片。就是，就是在耍我猴啊！没有，就是在耍我猴啊！真的没有。那你说那张卡长什么样？对呀，那张卡是这个样子呀。嗯，你们看，他拿着狼牙棒，全身黑红的，还看不到嘴，很可怕吧？哦，原来是长这样，那我知道是。